天下奇观，浪漫奇台。大家好，我是奇台县委书记马旭东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文化深厚、物产丰饶、景色宜人的丝路明珠奇台县。为什么说是天下奇观呢？奇台奇就奇在公元75年，东汉名将耿恭率领500将士，面对10000余敌军的围攻，坚守疏勒城1年之久。待援军赶到时，仅剩26名将士，并留下了一座名垂青史的疏勒古城。奇台是新疆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，是汉唐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埠，是清代新疆4大商业都会之一。今天，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和睦，共建家园，还有全国唯一的塔塔尔族乡。奇台奇就奇在奇台境内煤炭储量多达3000亿吨，是国家确定的大型煤炭基地。优质的金黄色卡拉麦里金花岗岩储量达30亿立方米，是中国石材产业基地县。有耕地220万亩，是全国优质小麦、大麦之乡。按照全域绿色部分有机的发展理念，成功打造了全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标兵线。奇台面粉也创建成为全国首个面粉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示范样板。奇台奇就奇在奇台有绵延30万里的天山麦海国家4A级景区江布拉克，这里的小麦一重就是2000亩，是全国保护最完整最早的绿洲文化之一，有吉尼斯纪录世界最长水往高处流的290米天山怪坡，有1000平方公里的亚洲最大中生代化石群，其中有恐龙沟、规划木、魔鬼唇、石前滩，素有恐龙之乡的美誉。天山巍峨，绿草如茵，丹霞地貌，鬼斧神工，让您在朝霞夕阳、夜色繁星中领略塞外风光的雄奇与浪漫。奇台奇就奇在奇台有600年酿造历史的新疆第一窖古城酒，拥有保存最完整的古窖池遗址，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，四面八方的民族融合，形成了独有的奇台美食。纤细劲道的辣条子，柔滑飘香的过油肉，金黄透亮的黄面凉皮，千层万福的大饼，酥甜爽口的油糕，让您酣畅淋漓，回味无穷。再来一杯古城酒，会让您把酒邀月，豪情满怀。如今的奇台，民族团结，和谐稳定，伴随着撤县设施的步伐加快，支线机场的即将开工，在新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，旅游新疆的恢宏篇当中，奇台将再次扬帆起航，乘风破浪，驶向金奇台汉码头的辉煌彼岸。天下之奇看奇台，浪漫之旅在古城。新时代，新机遇，新作为，我代表30万奇台儿女，诚邀海内外朋友来奇台旅游观光，投资兴业，共创美好明天。
中国物美，让万物开口说话。